嗨，大家好，我是严肃又认真的框框。这次画的是之前说好的迷之森。然后现在先回答一下历史遗留问题，就是那个 B 站私信收的比较多的一个是问我微博还有 B 站的这些，就是屏幕上显示的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赛的比赛是需要自己去调制的。我的赛和大家赛的版本是一样的，然后笔刷是我自己找来的，然后自己觉得合适就保存了下来。之后我的笔刷设置有用到的话，我会说明在微博更新笔刷设置，需要的话可以去看我微博。话说回来，有没有觉得 UP 主的普通话变好了？对，上次录母体杀的时候是好久没说人话了。我录之前我还专门跑去基友的 YY 那里去问他说，你看我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他说很好啊，能听懂啊。然后当时 UP 主天真的以为我的普通话真的还行，能让人听懂，然后兴冲冲的录完之后发现惨不忍睹，基友坑我太惨。我的视频吧，其实不能算是教程，像其他人看到的话，如果是能学到一点东西更好，然后希望不会误导大家。总之跟之前一样，跟画姑娘一样，也是先画个底色。不过我这个是画着画着画忘了，一开始就开始抠细点了。说起来迷叔这个图是之前春节那段时间，然后迷叔更新的一个，我在他微博上看到了他唯一一个他自己的形象更新。我画的这个迷叔呢，更偏向一些，就是说只是画他的气质，他长啥样我都没意见，他长啥样我都喜欢他。然后这也就是说，只是说画迷叔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之前也是答应好给大家录一次那个爪子的视频，然后这次爪子依然是暂停了，自己去拍张照片，然后回来照着画。开始自己打的草稿真的是那个爪子跑型跑的没边了，然后就只能老老实实的自己去照张照片了。要说的话，爪子怎么画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自己画的也不是特别好，就是大概就是拍一张照，然后拍完之后自己对着那个爪子画一下，画完了临摹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粉如果是对着自己的手的话就是比较好参考，简单粗暴的铺个色，再简单粗暴的画个阴影，在阴影里面再简单粗暴的加点其他颜色，灰色啊什么的，红色啊什么的，加一点点就好了。然后那种皮肤嘛，那个手指头指尖那里都是有点红红的，其实我的萌点就是所有关节都有点粉红色的那种。哎，我的萌点真是，等以后UP 主学会了画好看的爪子，我再教你们。说起来，其实吧，这个因为我是参考他那个动图的照片画的，所以说在这个开始的时候也是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先说一下迷叔的头发吧。迷叔呢，他那个。之前我这个就是录音之前我就已经把图发到微博了，还顺手圈了一下迷叔，结果那群真爱黑说迷叔真是太机智了，戴个帽子把地中海给遮起来了，谁都看不着，导致我现在这张画就立马脑补了迷叔帽子下面的地中海，简直没办法录下去了。越看越觉得他们说的真对。严肃点，严肃点。其实吧，要说起秃头，我有个表哥，他吧挺斯文的一个汉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一个学霸，英年早秃。他秃的蛮早的，好像是十几岁就开始秃，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剃了光头之后能让长回来的头发刚健朴实，坚韧不拔，然后他就真的去剃头了。连着剃了几年的光头，等到他发现了长回来的头发越发脆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晚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考大学估计选的中医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但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我看见他已经秃成地中海了。不，我没有脑迷书，是我哥那种地中海的发型。我也没有脑补我哥拿着手术刀说白手起家做医生，真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一些抠脸，汉子的脸嘛，不能像妹子一样充满腮红，但是偷偷摸摸打一点腮红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是，上次也是画魔理沙的时候，有人说我那个阴影画的比较不丰富，后来我自己也是去专门去研究了一下阴影，虽然这次也是没看见成果，但是至少比上次好了一点点。说起来，这次我也顺便说一下那个怎么画嘴巴吧，嘴巴就是先铺完肤色，然后。就是唇缝那里再画一层那个阴影，然后就是红棕色或者偏粉一点的那种，画一层阴影，然后再淡淡的用喷枪喷一下粉，喷一层粉色上去，再画一点唇纹，然后点一下高光，然后嘴巴就差不多出来了。再多出来的颜色就是自己画风问题了，你喜欢的话可以多加点颜色，让那个嘴巴看起来丰富一点。然后更有透明感一点，迷书吧。其实我每次画迷书，我都是抱着一个画汉子的、画大叔的心情去画迷书的。不知道为什么，画完之后立马就是感觉这就是年轻了10岁的迷书，真的。然后我画的这个迷书是，因为一开始就想好了要画动图，所以是现在是画那个闭眼状态。我是想画它。闭着眼睛，然后慢慢睁开，然后邪魅的笑一下的那种感觉，对。其实迷失在我心目中跟奶妈没什么区别，不是跟那个什么睡前唱摇篮曲的那种职业没什么区别。我多年的老失眠全靠他治好了。但是嘛，既然画起迷失来，作为真爱粉。我还是得画一个比较英俊潇洒的抖 S 的形象，这样才比较符合我初见迷书的那种第一印象嘛。对，我现在画的其实是第一印象，现在真的迷书已经成为了我心目中的奶妈。其实吧，我本来不想画这么多头发的，其实这个已经是我画过的人物里面头发最少的了。但是呢，考虑到跟迷书平时的形象比起来，这个头发算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因为我不会画兔子。像画起动物面具这种白色的东西，首先它是塑料做的，然后可能环境色啊、反光啊可以多画一点。它是那种比较透亮的那种塑料嘛。这里因为爪子是对着自己的手画的，可能比较不像汉子的手。我的手是属于那种又短又胖的那种，不要太在意。我们再说一下那个黑色的阴影啊，黑色的像衣服啊，这种黑色的衣服的话，阴影也是后来 UP 主有专门去看。就是上次的魔力莎的那个衣服画的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不准备去看，是上次也是画完就是深浅阴影之后就没有加其他东西了，然后后来是说就是可能画黑色啊白色的这种衣服可以加点环境色进去，比如说加点灰色啊红褐色啊什么的加进去，让那个衣服看起来比较不那么单调。画白色也是像这样，可以多加一点什么浅紫色啊、灰色啊，然后加一点淡淡的黄色进去，这样增加那个白色的丰富感。因为白色黑白不像别的颜色，本身就带有颜色。画这种金属的物体的时候呢，高光要亮。不过 UP 主这个也是没认真画，就是随便画画，反正也挺小的，就随便敷衍的就过去了。反正能看就行。像画厚涂啊、画衣服、画领口、
画皮带这些东西都要记住是有一定厚度的，然后不要忘了表现出来，要不然画后头的话会比较平。虽然 UP 主自己也是随便敷衍就画过去了。我画画怎么这么敷衍啊？我跟你们说，不要跟我学习，跟我学习变得敷衍的话，以后就是会慢慢从日会变成月会，月会变成季会，季会变成年会的。别看我现在更新的勤快，纯粹是我三分钟热度上来了。话说回来，我这一期也继续自黑下去，真的没问题吗？然后就是这个围巾它本身它是有花纹的嘛，然后就可以说是先画完花纹，画完花纹之后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正片叠底画上阴影，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扣起了我心爱的眼镜。这次视频是录了两个小这张画画了大概两个小时多一点点，然后加上做动图一起大概不到三个小时。所以画的就是只有一张脸是认真画了，其他地方都是放大缩小看，看着不明显，看着看着能看就行了那种。对， UP 主最近也是工作有点忙，就是没办法说是各种抠，也是没什么耐心。UP 主的耐心值只有 0.5 那么多，再多就没有了。哎，话说回来，明叔穿的这套衣服还蛮好看的，比我最近玩的那个什么暖暖环游世界那个直男审美的游戏好多了。我得吐槽一下，我最近被那个游戏虐死了。哎，有没有跟我一样被那个游戏虐死的人？哎，举个手我看一下，留个言我看一下。后来我发现吧，那个制作者真的是直男审美，太直男审美了。我完全搞不懂他居然会想到说那什么晚礼服，然后里面穿着黑色的厚实的棉袜，他居然还能得一个 S， 而且我那个 S 还排进了前二十名。当时的时候我就对那个游戏绝望了，你们知道吗？然后我们现在是在抠眼睛的话，其实上次我说什么，我上次教过怎么抠眼睛吗？好像没教过哦。我这次就详细说一下。眼白就是灰色，阴影部分就是灰色，然后加点蓝色啊，看心情什么的加点蓝色，然后亮一点的地方就是加黄色，就是也是灰色，然后加点黄色，这样。然后再画画眼睑，自己可以去多看一下那个真人的那些眼睑是怎么画的，尤其是那种欧洲人的眼睛啊什么的，就是不一定要画的一模一样，然后你掌握到精髓之后，自己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后图画出来的眼睛更细致。然后迷之书其实迷之生的这个眼睛吧，原本是想画黑色的，然后想起来黑色的好像加东西比较不好加，我就暗搓搓的画成了棕色的。然后现在想起来发现我还是蛮机智的。眼睛吧，就是先画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铺一个底色，然后再画一下，就是新建一个图层，正片叠底，这样画一下阴影，然后再勾一下那个眼睛的里面的纹路，这个也可以去看一下真人的眼睛参考一下，或者自己去研究一个纹路也挺好的。反正眼睛嘛，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画手的那个画风的主题所在了，当然有些画线稿的那是另外一回事。画睫毛的时候也是根据睫毛的长相，然后刷刷刷刷几笔，这样在眼睑那里加点高光，就是下眼皮中心那里加高光，然后上眼皮那里 也加点高光，这样提亮一下眼睛。然后现在是
UP 主是现在是打开了 PS Photoshop 然后来做这个动图，就是中间有一部分 UP 主没有录，因为之前就是连动图的部分都不是很想录的，因为 UP 主动图做的不是很好，都是看了风太瓜大大的那个，之前去风太瓜大大的那个 YY 视频上学了一点点皮毛回来，所以就是说这里是不误导大家啊。顺便说一下，之前就有姑娘私信我说，什么时候画蓝少啊？蓝少的话我暂时不会画，就是等我学会了如何画帅气的妹子，我再来画蓝少吧。最后来看一下泥塑的眼睛，萌萌的。再就是下一期的话，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二小姐夫人。就这样，再见。